资深王牌经纪人孙德荣呛辣直接的个性受到不少粉丝喜爱，近年来也转战经营 YouTube 频道，经常会在网上和粉丝分享生活趣事。没想到近日他却发文透露，自己在24日凌晨突然发生摔倒意外，二度跌坐在地上，一次是爬不起来撞了肋骨，一次是直接摔到尾椎骨，让他无奈表示：“我真的开始要小心自己的身体了，不能让状况越来越多。”他也坦言，事发当下根本没有体力爬起来，那十分钟一直跌跌撞撞，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，他也心有余悸，表示这应该是身体给自己的警讯，真的要小心。贴文一出，粉丝也纷纷提醒他要多注意身体健康啊。Bye.